你要去云顶了，去云顶玩一下厄斐琉斯吧，看看看看好不好玩。玩英雄玩游戏跟那个什么那个倒还好吧，是吧？你要是觉得这英雄恶心，你其实自己去玩也可以去恶心别人，是吧？但是你得玩的出众。不是这个英雄，我感觉他前期数值起太强了。如果会玩的话，我感觉他前期数值太厉害了。他后期可以通过，我看他们那些绝活这个东西都是后期通过装备去。我从来都是觉得工具人英雄就是要为队友创造空间，知道吧？为输出型英雄创造空间，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。就是玩工具人就要有工具人的样子。哇，谢谢小 V 啊，谢谢小 V 的九张骑士卡，感谢。哦，全尸卡，感谢小 V 的九张全尸卡，感谢感谢。谢谢小 V， 谢谢小 V 啊，小 V 大气啊。感谢小 V 的全尸卡，感谢。这波我不上，因为我不确定他们反野在不在。增强个屁，增强没增强。这波不上了。我不是主人，我是超人。
这里，你的准头手的一招。我打架了，要发育。因为对面六级了，露露还皇冠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爆炸雷了。哎，摇了不打了呀，都难野，都难野，都难野，没打野不打架的呀。海瑶的伤害，这两个人都神话，真的太有钱了。哎，风中带着寒意。干嘛就开露露了呀？真的，真恶心着呢！开 AD 怎么打都打得过，一直就开露露，我真的是好想吐的。真你妈离谱，真的。拆了塔，赶紧我当下发育的，太鸡巴难了，这人打。那个披行道荣他下来考我，他不考的，就考一半是吧？现在追啊！我操你妈，还E回来！我操！死亡的意思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不可能永远逃下去。没人能原谅我，除了我自己。不是，那个蝙蝠我怕它有意境的，知道吧？我要过去，我杀不死它，它给个 W， 给个什么鬼技能？西部的生活和不法之徒一样残酷。这里，你的准头手的一招。好样的！为什么？死在你手里是最好应得的。这把真的暴躁，
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影子中。但小钟也来不及了，我才上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生活和不法之徒一样残酷。加入关注。这两波团战不是打得好了呀？要，就坦克的话，你就看你打不打得动，打不动必须得出穿甲，打得动的话就考虑出别的，打得动就考虑。呀，这张就是可以啊，如果不可以的话，我怎么会做个视频来分享呢？就你们知道表弟做的每个视频都是一定是说，我觉得是自己在排位里面打得非常不稳的才会出。看到没有，这波坦路有一定的坦路。
CD 又贼快，攻速有，特效有，破甲有，都有。